所以现在知道这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。我已经玩超疯了。哎，这些都找不到的画面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从来没有听过黑人的哀嚎吧？的这一刻，小猪更兴奋地在台上合照玩亲亲。我真的觉得，哇塞，很痛惜对方哦。看一下惩罚是什么哈？喂，来惩罚阮经天哦。惩罚阮经天到底？阮经天，他们真的是朋友啦。对，阮经天，我们是观众对不对？小猪在耳朵吹气。不要趁我堂哥进去的时候找借口弄我。哎，堂哥，你不看得起了啊？你不看得起，赶紧被比，也不是我被比。哎，这样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小鬼，把他头拉好。我这。哦哦哦哦！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吹气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正常的，正常的。哦，啊，正常的，正常都会站起来，正常，正常人都站起来，正常的。还好啦，小猪在耳边吹气，这还好，这应该算是福利吧？用舔的啦，用舔的，用舔的。哦，好恶哦！啊！哇！啊！啊！啊！哎！他放好开啊！哎，对对，那你亲一下啊！我就比你大方，我亲你一下，嗯啊！他真的亲了，你看，亲不亲他？你看，我就是比你大方。跟现场。好，安全之吻，谁跟谁？好了，跟现场随便一个人。你就跟他吗？就他。你害羞什么？又没人亲过噻。对对对，你都亲过了，还装？原来我也没办法。对对对，这太恐怖了。对，有这个人呢。我看看，有安全的啦，安全。太好这样了，就隔着那个。我们以前有隔都没有隔的就亲过。以前没有隔嘛？什么时候？在日本亲过，在日本。你强吻他是不是？强吻他的，太奇怪，都突然回到那日本那时候的感觉。这样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好不好？我这样。我妹在，快点啦！好了，我要男人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不是啊，你是不是男人嘛？是男人就站出来。是啊。好了，不然我帮你亲了，好了。好啊。你有老婆了，对，跟我没你害羞，你好像妹哦你。
不是，不太奇怪。好了，我想我们当做观，我们观众没有观众的，没有人。对啊，我们就当做就是在家人、啊。我以前叫你宝贝，你也说宝贝。快，我们把以前的那一幕拿出来。我们把过去，对不对？换回来。太奇怪了，快点，快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啊？亲别的地方哪里？下面好不好？给你选啊！你要亲给他选嘛？两个让你选到这边，这边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还没惩罚哎，怎么突然被我惩罚？我好了，我代替他一下，亲一下，因为你现在有老婆了嘛，对啊，来，你有老婆不是安全的对我 OK 的，代表我不是真的这个，你知道？但大家过去的这个交情，但你要先闭上眼睛。为什么我要闭上眼睛？我想看你们俩那边名怎么蠢的、啊？罗志祥，哎，请问，在众多 J 女郎中，你觉得哪一位最漂亮？我不认识什么 J 女郎啊。对啊，都是假的啊。确定？对啊，不满意对吧？不满意，不满意。你今天对他亲到他了，对？我越喜欢攻占他的心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从以前到饭店，然后我们他以前会这样吗？还是害羞？更害羞。害羞，他又是比较热情的那种。他以前更害羞吗？对。对啊。现场任何一位人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一定要我们四个里面其中一个。哦，他亲过不行，不行的、啊，没有啦。现场就是我们四个啦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异性、啊，要艺人，要艺人啊，要艺人、嗯，我们四个。对啊，要艺人，艺人四个吧、啊，就我们四个嘛。对啊，啊，跟我他已经亲过了、啊欸，再亲也是，亲一下嘛。你那边要求什么？是啊，好了。太奇怪，太奇怪，不会。OK， 哦，惩罚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个嘴巴。好嘞。太太服了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这样。有中吗？接到了。他是爱弄他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要看旁边的，有喜欢的是吧？我选小猪好了，你选谁？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不是，大哥，你怎么不是选你的？好朋友哪有在接吻？对，没事。那个接吻就叫男女朋友了。所以也是。好。所以你一直很想亲罗志祥，是不是？罗志祥。台妹。你一直很想亲罗志祥。他坐了。我坐着。你要帮我扶。帮我放嗨歌，东区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我是嗨歌。奇怪，我怎么会有一个地方想要跳爱舞？抽筋，如果穿鞋子的话，对。
哎、欸，我很爱跟男生接吻，你傻傻的。而且你刚刚投入到你头还有转，还有他们摸我耳朵，代表他是个高手。我很瞎，你看上次那个谁怀秋啊、阮经天啊，真的，都每一个男生几乎都被我攻击过。他轻蔑男艺人，很多，他很会轻，很多男艺人都被我轻过。